耶，我是 AK 的龙威爸爸。今天我们在嘉义，嘉义的哪里？在这里，这个是今年2023年金掌狮俱乐部的全国大会师。很可惜，我今年超期待，但是呢，今年没有录影。在21年跟22年的话，都是沙滩骑士节，非常棒，两天一夜，然后可以骑摩托车去录影。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取消了这个录影的行程，但还是办了两天在嘉义的湖美市场。就在正后方，后面满满的都是摩托车啊！骑两个轮子的人都一定会来到今天这个活动。那很高兴，我受邀来到今天做采访。然后呢，介绍一下。啊，等车子过去了。他们今天这一次的活动呢，送了一个，我的车子有点多，非常棒的这个挂绳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今年流行这个凹豆风格，所以他们特别设计了这个。多功能挂绳，哇，非常棒。然后上面还有他们这个俱乐部的精神宗旨标——生涯骑士，还有他们的入场券。照惯例，这个入场券还是跟大家快速代购一下呢。有今天的地图、活动流程，还有两天的抽奖券，在这边23跟24。相关资讯都在上面，然后小伙伴们来自己看。话不啰嗦，我们就赶快带大家进去玩。好，后方就是我们大门口了，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。今天是我们的小伙伴耶， yeah, 小花。嗨。那今天跟我一起出外景，然后呢，好像来到了停车场，满满都是二轮的小伙伴的车子，有够帅，帅死了。等一下呢，那请小花带大家去导览今天在停车场所有漂亮的车种。好不好？速度放慢一点，眼睛张大一点 ，Let's go。刚刚快速的导览一下现场的车种，但是因为车子实在是太多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拍摄哦。好，大会广播，在这边提醒一下，身旁呢就是满满的停车场，哇，这个应该七八百台，一定是超过吧，很可观哦。来这边也看到不一样的小伙伴的车子。然后呢，我来问一下，哎，小花，我问你哦，像这骑摩托车都是可能男孩子偏爱，然后大部分在这边都是这种仿赛或者是街车，都偏大型。那女孩子来这边，你觉得会感觉到无聊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看了很多很特别的车子，是吗？蛮帅的啦。对啊。然后大会其实蛮用心的，在这个入口处的左手边，在这个方向有一个排气，免费的排气检验，然后以及身后有很多美食的市集，以及等一下我们一定会带大家去逛的这个人生布品的摊贩啊。好，摊位都有一些不错的厂商，然后我每次来这种地方都是非常期待一些可能比较实用的小东西，尤其是可以对车子优化，或者是说你出门骑车，或者是像我录影可能会用到的小东西，随身的包包，哦，防水的，还是说一物多用啊，都是我非常期待的，好不好？话不啰嗦，我们出发。哦，赶快试一试，这很酷哦。我在配你要安全。重机熊。然后还可以配安全帽，然后就变成这样。哎，像这个，我们好像有认识，又好像不认识。我们好多东西都是他们家做的，就是闪表带的那个，就是闪神系列的那个编织绳啊。他以前是做手表的，在后面就是一些手提带啊、挂绳、外挂装备，他们现在都延伸很多不同，这超专业的。哎，现场编哎，酷。本田重机。这个市城区呢，大会市城区呢，
有5000元的购车补助金哦，所以呢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欢迎大家呢赶紧来到轰打试乘看看喽。好，可以了。好险，今天没有很冷。好棒，还好，帅，适合你耶。我跟你说，我 CT 还没有买的时候，本来是看这一台，但是说真的假的？对，但是最后我是选 CT， 人家还以为你是那个卡切尔一起。那好歹你也是穿梭在奥斗跟时尚界之间的，对不对？翘楚，如果以你的眼光，对对对。你会觉得哪一件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套一下。哦，也蛮重的嘞。应该还是有它的黑科技吧？它手这个地方有那个啦，可能防摔的设计。哎呀，真的呢，防摔护具，护具。哎，蛮帅的啊！这个材质应该也是有防泼水、防水的。这边有护具哦。哎呦，这里有，手头这边有。对啊，就摔的时候会摔到水。有看到吗？这里护具内砍的啊，背有吗？哎，背有，有。它可以保护人。哦，这样子很适合你上班穿呢。在田里面跌倒。买一件给狗哥，我看哦，还不错哎。钥匙圈呢、啊？这都是汉语。Super Cup Monkey， 啊，这个也很看，油箱。我自己的车，你自己的车啊？对啊，自己的车。哦，我的好伙伴。还是我的车好看，哇，这里很酷哎！在上课，在上课，超棒的，免费。手机架。啊，我爸好厉害。方言医生。你来到轰达的摊位参与。彩绘啊，手套，啊，灯点这样，我以为在卖什么圣诞节的东西。
经一路想要装这种箱子，好看实用，但是不符合我的需求，所以我就不装了。哇，这台车也太帅了吧！哦，重机界的网红。即将要开始进行的是抽奖活动哦，所以邀请大家可以陆陆续续将脚步来到我们的舞台正前方。与此同时，我要来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你今天有去这个 Suzuki 的摊位里面，你有领到你的那个饮料、你的茶饮，拿到我们的 Suzuki 的循环杯的朋友们，请把它还回来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是那个环保市集，因为我们杯子都是要那个循环再利用的、哦。你把我们的杯子拿走，我真的是很为难哦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左邻右舍，请走在那个停车场的地方，你走在我们的市集摊位里面，你看到有人手上拿。小啊，我问你哦，下次有类似这种活动，你还会想要来？当然想要。应该是米奇来，然后我在这边等。那就要看一下主办单位能不能继续赏脸了。哦，现在外面这边非常壮观哦。参加的人其实人数超多，你看这后面的摩托车，吓死我了，排到后面都看不到车子在哪了，真的蛮酷的。然后我觉得今年跟去年跟前年很大不一样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因为场地没有特别大，也是优点也是缺点。场地小呢，就大家都聚在一起，大家就比较有互动。然后再来试乘啊，新车的试乘或是重机的试乘，有这个服务我觉得也很酷。现场的课程，免费的课程，类似有点像道安讲习的部分呢、啊，哦，教你一些哦重机的一些哦行车哦路上的一些突发状况等等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超屌。还有就是免费的那个排气检测，再来就是看不完的这些改装品啊、人参布品的东西，我觉得每一次来这边都有大大的收获。虽然我可能不是一个职业的车手跟玩家，但我非常期待2024年的活动，好吗？希望2024年可以两天一夜露营，好不好？或者是有更棒的活动，好不好？小弟一定会热情参与。然后，小花 ，OK， 2024年见喽，拜拜。